好多种形状。哇，你把他的肚子切开了耶，切两条痕，三条痕，这个像是什么东西呀？还没啊，还没做成看看。还没做成哦，那做成会变什么东西？等一下再问呢。哦，你是要专心做事吗？哦。但是你工作也是啊。对呀，要专心啊，专心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啊。